天夫人你好啊，唔知你相唔相信人系有需要做梦嘅。其实我有一个故事，系我朋友有一个故事想同你分享嘅。啊，唔记得咗同你讲，我叫朱启谦，而家由朱启谦报告一节午间新闻。Oh sorry， 读错信添。天夫人，但系你知唔知我到底系边个啊？而明知我哋夹住个信封，仍然将爱慕入进太空，因为喺多年前我哋已经有过一面之缘嘅，唔通你已经忘记咗我呢一个听众？喺二十年前嘅嗰一个时空，喺一个仲未变性嘅少女心目中，恋爱就好似一个流晒口水流到浸死嘅梦，简单啲讲，即系一个耳梦。爱神的确安排我哋相逢，但系命运偏偏又要向我作弄。冇错，佢哋两个由始至终都冇咩唔同，佢哋一举手一投足都教我置身烈火之中。佢哋各走极端，但系品味都非常出众，而佢哋嘅长处短处亦有所不同。虽然系咁，我对佢哋两个都情有独钟，但是社会僅餘的道德不容许我咁放纵，两个都爱实在讲不通，逼我在他们两个之间作出选择，实在教我心痛。面对他们的错误，我唯有玩失踪，于是我由维园桥底搬到去鲗鱼涌，但是他们对我的热情追求一点都没有放松，我只好狠狠地我只好浪浪咁将佢哋感情沽空。如果佢哋知我苦衷，田夫人，如果美丽系一种罪，那么我唯有认同。因为喺二十年后嘅今日，尽管我已经变咗成做咗人哋老公，但系今日当我睇到佢哋以我嘅事迹写成嘅一本小说，我实在太感动，搞到人哋心肝仔不知所踪。田夫人，你知唔知道我睇到啲乜东东？下一节翻嚟，我同大家讲解一下剑兰点样种。拥有完美体型嘅男士，都会系女性所渴望拥有嘅。由口水肩集团研制出嘅全身无痛修身唾液，事实证明将代购率成功提高至88%，效果邪到你唔信。我哋嘅产品系用纯天然口水制造，冇经过任何处理，成分100%纯正嘅。睇下佢哋饮咗之后点讲。我可以。瞓喺度又得，坐喺度亦得，得咗。冇错啦，所以大家要再而起行，由今日起作出改变。我有，我都可以。赢完呢个窿，手信好轻松。天夫人，今日我终于见翻长短辫，我本来同老婆去同 ICQ 有面试嘅，点知？有我这枯干了的，在你那沉默的云雨巫山里，有我这枯干了的发线和泪水。这个天夫人好鬼多事，你竟然靓过以前在庙街摆档嗰时，见到长短边，我又想翻好多好多往事。我早一次爱上长边，但系我又唔可以放弃短边。我唔制，我不依。天夫人啊，请你原谅我嘅年少无知。原来变咗性嘅我，同佢哋竟然仲啱 key。我哋三个人每个晚上嘅饭局都非常 happy。田夫人啊，好烦啊！幸福到爆嘅我，到底点样晒命先至好啲？田夫人啊！你一定要帮下我啊！by the way， 我已经跟咗佢哋姓。My name is 奇洛李维 B。